学员之间为何频频断电？大家究竟是电力十足还是火力全开？你得讲得有意思，他不会和快乐少女来一次触电之旅吧。我可能会放下。下课了，下课喽。欢迎各位，班主任韩佳，这边呢就是辅导员纪晓军，欢迎各位，欢迎。首先呢，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两位导师，我们的传道导师蒙曼老师，欢迎您，欢迎。还有我们的解惑导师詹卫东老师，欢迎您，欢迎两位。上课的时候呢，都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给我们六位同学投票，哎，所以一出场就非常的关键，对，给大家留下什么的印象？第一印象就是要投票的，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要注意看哈。来，各位掌声有请六位同学闪亮登场。国师，国师，唯我独尊，一座寺，舍我其身。有妮卡，有乐乐，还有朵朵。蓝队第一，天津第一，蓝队最棒的，接下来就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动一动了，来拿起你们的投票器投票，印象分很重要啊，四四六六六，选我，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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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是，这是第一轮。投完第一轮印象票以后呢，郑贤学同学非常自觉地找到了乐乐，说：“哎呀，我们俩都很亮。”自己安慰自己一下哈，找一下同伴哈。是是是，首先我们要开始的呢，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介绍今天的主题字，请红队选一位同学出来表演两个词，然后蓝队再出来表演两个词。队长来。好，队长先来，表演开始。你刚才怎么演你就猜出停电来了？看不见，看不见哈。好，来朵朵，请看第二个词。勾引。萌萌哒。方便。勾引。方便方便。你可不好使啊！来，请我们的蓝队来继续看词。啊。电视。电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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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玩电脑。玩电脑，买电脑，你怎么就看出玩电脑来了？你看他多高兴啊！你就是一小鼹鼠啊！有小的，我们来看下一个。哎，哎。吃电，我觉得这个动作特别好，大家一起来出一下电啊！我们四个词的猜词也猜完了，大家猜的还相当的准确，尤其是这两位，不知道什么时候触上电，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字就是电，没错，刚才每个词当中都有电，哎，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说说这个电哈，其实这个电我们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的，是，那这个电字怎么来的？原本它就是这个意思吗？原本没有电啊，蒙曼老师。原本怎么没有电呢？中国古代人也好，世界古代人也好，都知道它有闪电，自然界的放电现象。所以这电呢，开始就是一个闪电的那个形象。那后来呢，这个闪电太神奇了，因为我们古代人觉得这事儿不可思议，所以呢，觉得它很神奇，因此神最初也就这个电字儿。神和电最初是一个字。哦，现在我们讲神灵那个神，那后来我们不能老是用一个字又表示神又表示电，怎么办呢？神旁边加上的这个士，士是什么？士有祭祀的意思呀。那电也是加一个雨字头，因为只要闪电嘛，就表明要下雨了嘛，所以呢加一个雨字头，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电的繁体字。
我可以再多举两个例子，给同学们一些这个更深的印象。比如说这个要，要东西这个要，要求的要啊，其实它以前就是腰，腰这个字的这个最早的写法，后来呢，指我们这个腰，它又去指别的意思了。那么指腰的这个意思呢，它就加了一个偏旁，加个肉字旁，就是现在我们写成月的那个样子。这是汉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因为它不像英语有这个词缀有这些变化，所以它的很多这个词义的引申，词义的丰富，都体现在这个字形的变化上面。我们导师说完了之后呢，我们的同学们对这个店都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所以呢，我们也要来第一次考试。哎呀，今天好大的阵仗，被组个词，我们还变成这个样子。而且今天注定啊，这一堂课都是要很欢乐的，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游戏。来，我们组词的规矩是这样的，我们红队跟蓝队都已经各就各位了，所以要分工的哈，三个队员，一个人负责写，另外两个人呢要分工合作，轮流来顶前面的这些气球，如果你们这边的气球顶破了，对方就失去了继续写词语答题的时间。对，唯一的要求呢，你们要光着脚从这边跑过去。这个上面确实还挺这个。光着脚从这边跑过去。好挺疼的呀。光着脚是不是？是。对。完了。好，队长这时候要发挥作用了。来来来，没事，很舒服的。那边准备好了吗？这边也准备好了哈。准备好了。预备，开始。看一下哈，我们先来看红队的哈，两位导师到时候要评判一下哈。放电没问题，可以。电影可以。风驰电掣，哇，这也会。有电也行哈，有电没电，没电有电没电，有电没电摸一下就知道了。电台可以，电过。过电还差不多，电过就行了。没电过，不对，没有电过，没有电过，触电过，对，不是。电多。没有，也不是直播。电少，这都不是，这是电卡里面电少吗？电力可以，电厂可以，充电不是这个充，不是这个充，对。电话，电能可以，电缆电了，什么叫电了？触电了，充电充电不行啊，充电原来是充电宝宝，充电宝宝，但是这个充字都不对哈，对，那不是，十个，还要补吗？来十个，来你们那边比已经比过了，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电话，闪电，电力，闪电，
电侠，闪电侠，闪电侠，电眼，电眼，好，电视，电车，电子，电脑，静电，电压，电板，电板是什么东西？电灯。这离得有点远啊！灯，帮我看一下。哦，电灯啊，那中文真好。我想多了。你的中文真好。电玩，电玩，可以。电台，十一，十一。多了两个。这是拉队获胜。惩罚来，在就是在这上面蹦十下就可以，也可以吗？那你就这样，你可以让乐乐抱着你蹦十下就可以。来吧。这哪里是惩罚，这简直是对乐乐最大的奖励。好，谢谢乐乐同学，来回到位置上，来回到座位上。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我们先来看看放电。放电是什么意思？知道，我知道。什么意思？来来，朵朵。我放糖果。朵朵正在放电。哎，你来给我放电看看。男人的放电、啊、我说哦美女你要在后面干嘛呀我媳妇乐乐乐乐不要乱放电人家妮卡说了那叫色狼我们叫放电色狼这基本都是电影看多了这都是放电这个理解怎么样这个理解是对的啊，但是是这个放电的引申义是吧？啊，放电的原意就是物理上的放电，蓄电池放电。对，这个电荷从这个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流动过去啊，电荷减少是放电的一个过程。基于这个引申义的一个理解呢，詹老师说，根据他的个人经验，这个理解是准确的。好，这个好办啊！电影，电影，哎呀，电影这就好理解，这个好理解，大家都看过哈。我喜欢看那种最喜欢的什么样的电影？浪漫的爱情片。你知道，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拍的是什么吗？两个学电影的。第一部电影忘了。妮卡，妮卡。火车。火车。那个时候放在电影院的时候，观众以为是真的火车来了。火车大战。火车进站。对。对。火车进站。是吧？那中国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西游记。西游记啊，不是西游记，京剧三哦，我以为是三十年代的那个。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哎，听没听说过《定军山》？没有。没有哈、哦，你看这俩学电影的不应该、啊、一下暴露年龄了。我也没看过。来来来，其实呢，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呢，蒙曼老师在现场哈。我果然得在现场。那我，我今年岁数挺大哈、哦。不要开个玩笑哈，但是电影，你看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意思，电影现在我们都知道是什么，但那时候怎么会这样的一种？造词方式，对，其实这就是音译了。你看中国，我们有音译的，有意译。这电影是外来词嘛？音译我们有音译的特别好的，可口可乐这属于音译特别好啊，我们现在还在用。那电影其实意译，它通过电学的一种原理，让人们看到这种影像的形象了。嗯，这是意译，这意译比音译还好。所以我们人有一种自然的选择性啊，哪个好我们选哪个呀。所以电影就这样流传下来了。我觉得电影这个词本身不用说太多了。因为他们都知道，看电影也看的很多了，而且你都不知道他们都是演电影的，对，非常能演的电影演员。现场让我们来一段吧。要演吗？要演啊！谁要演？我也没看见人家。你要演夏洛是吗？对呀。然后你想跟谁演？欧巴。当然是欧巴了，还会有别人吗？然后你想演什么情节？先生，就是为什么不问我的意见呢？不可以。不可以。你可以有意见吗？
不可以。我觉得最后一部分特别好，就是夏洛醒了的时候就明白了这是一个梦，然后看到了他的妻子，就是哇，那他就是你的妻子，对，来吧，这妻，来吧，老师，我要一个蓝曼子，蓝曼子音乐 ，Action。来说一下谁是妻子，他是妻子，我是夏洛。金凯，我他妈闲在这儿呢，你注意点场合行不行？我原谅你还不行吗？啊？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月每日的守候，别回头，我还没走，我不回头。曾经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也都有，想着你的一片一片谢谢。你看啊，等一下哈，等一下哈，就演了这么一下，看欧巴给吓的背后。好，谢谢两位。欧巴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边好多，来这个静电，这有点意思了，这个。女孩子最讨厌的对事情就是穿大衣、穿羽绒服或者穿毛衣都会。咔啦啦，头发会有电，基本上冬天的时候哈，对对对对对，头发都会飞起来，然后可能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一碰，哎呀，会就体会到了触电的感觉了。两个人一碰都会。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那个脱毛衣的时候，啪啪啪都是静电嘛，我就特别喜欢把灯关掉以后，睡觉之前把毛衣一脱就，哇，像烟花一样。怎么消静电呢？可以碰水。那我就不怕了，我还有头发。朵朵有什么好办法？我还有一个办法，今天爆抓头发。索性就把头发爆炸起来。对，真的啊。对。比如？你做一下。你回来，快回来。等等，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快点。好帅，好可怜！你看我们的女生们多开心啊！为欧巴的付出多大的牺牲啊！中国古人啊，认识这电，第一个认识的是闪电，第二个认识就是静电，就是咱们现在说这种现象，梳头发那头发会起来呀、啊，包括您刚才说脱毛衣啊等等，这是在西晋的时候就明确写到我们文献里了。那古人就说这就是一种电的现象。好了，再次的掌声送给我们的16位同学。获胜帮呢也要贴上一颗小星星，蓝队获胜。哎，你看这个环节又有新的道具了，新的游戏又要开始了。这是要有奖是吗？砸金蛋，这里面都是要我们同学们去完成的任务。是要造句吗？哎，每个人砸金蛋之后呢都会有一个小纸条飘出来，上面就有你们要造句的词，只能砸一个，选好了。没砸过泡泡的。好，里面是害怕啊。对呀，这不很容易吗？你的幸运数，摩西摩西，秘密，秘密啊，这个词好，哦，这个可以。来，乐乐，书和电，书和电，造一句。好，五和电。哇，朵朵，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很适合朵朵。和电，浪漫和电，来，好弟。好，一二三，走你。是什么？节约。哎，用这个词语再加上今天的主题字电，造一个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好弟的。好弟，你念一下呗。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是最有文化的。你是挺有文化的。对，我写的是 women， 我们我们节约用电。你不，你这个吧，
按英语的念法就是 women ye ye young young， 用英语的念法来念拼音就出来，你怎么回事啊？这好歹是一个汉语课堂，我们在学的是中文，你写的应该是写汉字而不仅仅是拼音。我不是说好了吗？我今天来是来砸场子的。我砸你行吗？我错了行吗？外国朋友先从语言学起，这是没错的。但是你知道吗？这境界不高，在中国古代，这能听能说，但是不会念不会写，这个叫睁眼瞎。我觉得来了我们这个节目之后，有助于你学汉字。每次一个汉字也不难，是一堂课之后就记住了。哎呀，来，我们看看欧巴。我喜欢看电臀舞。电什么舞？电臀舞。你这个确定是臀字吗？反正型差不多就行。有点像。我是那么教你的吗？哎，是吗？这儿又有几个字了。什么时候看的？你喜欢看我们给你跳怎么样？哟、啊。是这个吗？屁股。屁股。不是。没有。别别别，哥们儿，我觉得就是扭秧歌就这样嘛。扭秧歌，扭秧歌，再上一个啊！这个肯定行了，也是一样啊。嗯，是不是？我们的电臀舞和你的秧歌电电秧歌，来，走着。我的老家还住在这个村。我是这个村里头最正常的人。别推我，咱们俩去。我们再来看看朵朵的。朵朵，我要浪漫的约会，所以我要停电。啊，什么意思？浪漫的约会跟停电有什么关系吗？就我告诉你们，我每次叫欧巴想跟他约会，但是他一直带手机。或者看电视，或者玩手机，怎么回事？欧巴，那你停电了，他就能不玩手机了吗？对，然后停电了就或者把他的手机扯碎了，没有手机他就要看着我。多多，你得讲得有意思，他不会看电视。哦，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还真是这么回事。我觉得哈，现在我们感觉这个电呢，它影响浪漫。影响浪漫在哪儿呢？过去没电的时候，感觉可以有很多的事儿能大家一起做。比方说，咱们看《夜雨寄北》哈，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没有电的时候，一灯如豆，然后点一个蜡也好，一个油灯也好。我们一会儿你剪一下竹花，一会儿我们剪一下竹花，然后大家呢在这儿共同聊聊天呐、叙叙旧啊，夫妻之间、朋友之间都可以。那你现在呢？真是一个人拿一个手机哈，两个人都在那儿这个触电哈，触电的。但是哎，两个人都跟机器触电了，这个心灵可能就不触电了。所以大家可能现在啊，觉得这个是我们对这个工业化也好啊，先进的科技也好啊，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对我们文明形态的某种伤害。那个网上流行一句话，叫做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我们坐在一起，但是都低着头玩手机。所以还有一个词，就是你说的这个叫低头族。就有手机依赖症的这一类人，叫低头族，就老低着头玩手机。是，走过马路的时候还被人撞着。说到这个两人谈恋爱这种情侣关系，另外有一个词怎么引申过去的？比如说两个人谈恋爱，中间站那么一个人。哦，我知道。那个叫。电灯泡，电灯泡。你说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引申意啊？这个事儿啊，它绝对是近这么几十年出来的一个词儿。光天化日之下，人家有太阳呢，然后你再出来一个电灯泡，所以它有什么呀？多余。多余，这是一种理解方式。就是英文里那第三个轮子。对对，哎，你这个怎么知道？对。但是呢。他有时候不一定多余，因为如果我看一个女孩子看得不准，
我怎么参谋一下？对呀、啊，我找一个人当电灯泡是故意的。是不是现在当一个电灯泡？那已经站那儿了，电灯泡。终于到了，哎，你好，眨一下。哦、我好怀念没有电子书的年代。那是个什么年代？就是没有电子书的年代，九十年代还有大概，就是因为我觉得你一个九零后在说，我很怀念九十年代，没有电子书的年代。我上高中学的时候也没有，我上高中学也没有。是，就是我觉得你比如说我放电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如果他一直在看书，一直在读书，我就可以看去看他在看什么书，然后按照哪个书就说，哎你。你为什么在读的朱自清？我也特别喜欢他。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然后他会哦，太懂我了。好，牵我的手。如果说到电子书，也问一下两位老师哈，你们平时爱看的是印刷版的书还是电子书？也可以接受。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可能电子书还是方便，电子书存储量大，特别方便。我想这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爱怀旧，其实现在指纹本对我们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阅读的功能，还有一点情怀在里头，一个怀旧的功能。但是我个人觉得呀，它可能最终这个电子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会取代指纹本，就像当年指纹本取代羊皮、取代竹简、取代丝绸一样。所以我觉得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现在对电子产品的使用是越来越多了。我同意孟老师的这个，但是我跟他不太一样，不是一半一半。我基本上，看专业的东西，应该说都是电子的了。哦。看那个闲书，那是纸本的。然后看闲书反而是纸本。哎，对，你看小说呀，那是享受嘛，对吧？那些是纸本的。但是你要看论文，现在论文都是在网上的。哎，有点意思。我如果要看的话，我会反过来，闲书会拿电子书看。对，我也是。但如果是专业书，因为我可能会做一些笔记啊，我希望跟拿个有形的书拿着看。我刚才同学们都非常棒哈，导师们也对他们给予了一定的肯定。现在呢，要轮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给他们投票了。刚才词造句环节，你们觉得哪位同学的表现最不错？给他们投上一票。来，拿起你们的表决器。看不明白，两位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我们这儿批判了好地，批判了半天，人得分挺高，就是啊，特别受欢迎，仅次于朵朵，朵朵28票。好地，你想说什么？我人好。因为的确好，我人好。你看啊，正贤学汉字写的挺好，组词也不错，谢谢大家，造句也很好。票数反而是最低，你想说什么？人不好。好的，那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个环节，来龙去脉。我们是要说相声吗？桌子上面有两杯水，水中呢有这个乒乓球。对，一会儿呢我们有这个讨论的题目，我们的双方队员呢要边说自己的观点，边把这个乒乓球啊吹出来。我们红队派出来的是乐乐。来，蓝队派出来的是立达。来，有请两位。主题大题目是：假设没有电，生活会怎样？然后就我们问了三个小题目，给它细分了一下。假如没有电，我们的工作会怎样？我觉得如果没有电，我会需要改变我的工作。这样是吹出来的哈，那吹出来的。如果没有电的话，我会需要改变我的工作。好，韩立达。如果没有电，我没有工作了。啊，等会不能拍。啊，不能拍什么？没说完。继续说完，快乐汉语。好的，来，谢谢立达，谢谢乐乐。好，所以这一轮我们胜出的是立达。好，来看我们下一位。
我觉得下一个小题目太适合你们俩了，所以欧巴你不用害怕。假如没有电。下一个题目是什么呢？假如没有电，情侣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我觉得他俩这应该算是打平嘛，算打平了，因为有先后嘛，对吧？那就我们可以确定打平，一人一个小星星啊。但是我还是很好奇，没有电耗地，你怎么就破了相？对啊，因为没电了，只要是在家里呢，没电，你走路都更容易都撞东西，啪，会受伤了嘛。哎，那真的来说，如果没有电，发生在你们身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嗯，我应该是会。到冬天的泽沃斯出去劈柴去，因为没有任何的空调啊，没有什么暖和的东西，有天然气也可以的，而且会变得不好看，因为你想早上起来很黑，在黑的时候化妆，然后破了相，露出来是什么样子？对，破相是这样来的，是吧？破相的不同含义。哎，两位怎么看啊？对我们个人生活最大的影响会是什么？如果没有电？我觉得没办法想象了，因为自从有了电，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再过一种没有电的生活了。我觉得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你说发明火，如果人类没有发明火，我们会怎么样？我们感觉我们会茹毛饮血吃生的，但是仅仅是吃生的吗？可能不一定啊，可能会有其他的方式，也可能说我们遇到困难不仅仅像这个吃生肉这样简单。所以我说一旦有一个东西出现了，它可能彻头彻尾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了，以至于我们只能接受它，我们都不能再去想如果没有会怎样。你能想一个东西不用电的吗？我觉得真特别困难。对啊，处处离不开电，处处离不开电，包括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对一切都需要有电。对，好的，再次要恭喜两队，一人获得一个小星星。来，恭喜。不管对于情侣的生活，对于工作，还是对于个人来讲，我们都无法想象没有电会发生怎样的一种状况，没有电能够怎样继续我们的生活工作。没错。所以呢，电力如此重要，也希望我们在生活工作的过程当中注意节电，节约用电，更加环保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天的隋唐大测验。好，你看我们这个环节都已经准备好了，有点意思，明显是要考智力，也要考体力啊。我觉得主要是在考体力。所以呢，我们这个环节叫拔河取子。每一组呢派出了一位队员来拔河，拔河过程当中呢要把这个字抢到，告诉自己的队员。那边的两位队员呢就要负责把这个字用来跟电一起组词，明白了吗？各就各位，预备，开始。滚滚滚！哎，好的，滚。风。足足。开始。脚。脚踢。脚。脚。脚踢。走走。脚踢。这算什么词啊？这是电鸣音乐，电鸣音，电那个音乐，不是，是那个用电出来的那种声音，音乐，电鸣音乐。不要欺负我不懂音乐，对啊、电鸣音乐，应该不行吧？应该不行吧？不管你那儿行不行，老师说不行就不行。所以呢，就
都写对了三个。然后这边呢，风驰电掣可以，电灯泡可以，电光火幼不是，电光诱火不是，电光石火。你们明明写的是诱的吗？最后来的，你这个这是火。你刚才我们就已经说停了，你还写什么玩意儿？你可以，所以呢，这个环节是我们蓝队获胜，恭喜蓝队。所以这一轮获胜的是蓝队，我们马上进行第二轮的比赛。好的，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陷阱挑战赛。啊，怎么做？我们有负责回答问题的，我们有来踩这个石格的，答对一题就可以往前走一步。但是呢，如果遇到陷阱的话，另一位同学开始走。重新开始。对。我能问一个问题吗？你说。假如说我想从这儿，不能蹦，飞到这儿。不可以，一次只能走一格，必须得一个一个，因为你直接飞过去有可能破相，我可能会破相。好了，好的，双方准备，开始。多此一举，正确，请上十公格。来，请做第二题。头上装电扇，头上装电扇，看清楚啊，电扇。哎，这就有点意思了哈。我们妮卡选择的是高明，郑贤学选的是大出风头，所以正确的是大。出风头，因为电扇嘛，扇出风来的嘛。好弟，你可以蹦过去，你三盒还是四？你不能探。四，你确定？四，我不太确定，但是蹦过去，我不。好，来继续第三轮。打着手电走夜路，打着手电走夜路，前途光明。两个人选择的是一样的，正确。恭喜，来，两边都可以往前走一步，先在这边往前选一步，乐乐直接踩，姐姐踩。可以啊，你也前进一步。我觉得五，直接做。我觉得五，我觉得五，当然了。好，继续，继续。电线杆做牙签。电线杆做牙签儿。你干啥呢？整坏了。好，都选好了。大材小用，又是一样的，这个、应该没有问题。正确。这是那个八，在中国算是个好。你们选一选吧。所以那个是陷阱。来，考虑清楚了没有？我觉得我好地向前一步，三二一，蓝队不怕。我就知道那个陷阱。八在中国算是个好。你们所以那个是陷阱。所以那个是陷阱。是这样。这叫前功尽弃，接下来应该是立达了哈。来，来，你向前一步，三、二、一，站住了。来，所以我们最后一个是什么？飞机上挂电灯，高明这边是没有办法。飞机上因为头上装电扇是叫大出风头，已经过去了哈。所以的话呢。但是呢，这时候是这样的，你看，你显然好像已经赢了，是吗？但是如果你要踏空了，你可能就是输的那一个人，所以呢，也有风险。最后的选择。等会儿。你听我的啊。你是透视镜啊。对。你吹什么吹呀你？我跟你说十。我也觉得十。等会儿。你听我的，我肯定不会错的。一二三，其实好地虽然听我的绝对没错，然后自己，你还躲得挺远。
所以呢，在场上获胜的就是蓝队，再获得一个星星。那到这里呢，又要轮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啦，开始投票。哎，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所以呢要进行最后一轮投票。多多看来有分了，已经是吃多了。五四三二一，投票截止。耶耶！哇，朵朵，朵朵，朵朵一票险胜。耶耶！朵朵一票险胜。谢谢你们。蓝队也将获得我们的节目大奖。我们的大奖手电。哇！手电啊！哎，知道送你们手电的寓意了吧？看在那上面。选的呢，就是要打着手电筒走夜路。走夜路。祝你们